啊，打半筐练，练十多大鱼的。看发型，老铁们都想看发型，前凸后翘带拐弯这发型。哎呀，嗓子没法拉了吧？嗯，嗓子没法拉了吧？够呛了。来来吧，好啊，来吧，实在不中我大筐的那人打屋里头，拍个精彩段子。那王在那是耍圈呢，老王。哎呀，这还说啥嘞？啊，这叫情论。推身那个那俩没事儿，人哪儿拽着整整呢？下水摸去吧，没事儿。真精神呐、啊，这小鱼儿。嗨，还有鱼儿没说？打啥呢？你这下哪一条一条的？几根儿啊？慢慢。中来的王使回来，快！上货，头花，绝对上头花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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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儿挺大啊，真干！个儿不小，还个儿不小，我操，那叫扁口吧，叫扁手啊，这啥玩意儿？喂，哎，算他小子命大，放生了一条，还有呢，放生了，还有啥人呢？哎呀，对，这贼好，这个这是叫扁熟啊，完这不是嘎鱼啊，这可能叫扁熟。老铁们说这叫什么鱼啊？不是鲶鱼，不是嘎鱼，不是鲶鱼，也不是嘎鱼啊，这可能叫扁熟。据老渔民说的，放生了。长到他三斤以外，那来啊！到时候让老沙求你来啊！走吧。我给你指点一个地方，小样子啊！一网最少二斤鱼，最少二斤啊！老铁们啊，看着啊，这是最新款的北京家乡县优等品绢丝的大号，钓头4米，半尺八两。起吧，从这儿躺过去。躺过去，到那浅滩那儿，往那水沟那儿一网啊，躺吧，你都对，先往那裹去，宣称的啊，躺吧，到那儿都浅了，这是钓兜4米啊，重量是11斤，再往头走，再往头走。都往正西开火啊，中了，开火吧，抡个膀子啊，好，跟着往下留点，往上打点似的，最完美了，多不多？多不多？低于2斤别说话，撸上来，薄了，薄了，那是低于2斤鱼别说话，来吧，让老铁们看看啊，这不吹牛逼，说哪儿爆绝对哪里爆网，看看怎么回来的，老铁们啊，我说了吧，这一网最低2斤鱼啊。哇，操了！看看老铁们啊，这桃花是多少？2斤，我他妈的有吗？3斤得多了，这一网，哇，哎呀，哎呀，贼大的！看看，咱们这全称的啊，我操，这大宽切列，大桃花宽切列啊！我是这样的，不得卖他妈5块钱一条啊？反正你某宝上，反正好几十一条。这一网消多少啊？这一碗过瘾啊！这一碗过瘾，没吹牛逼吧？最少2斤，没有啊。